九十年代的歌詞真係記啊，對唔住啊，呢個係七十年代嘅。嗱，呢個叫做《鮮花滿園柳》啊，就係陸小鳳嘅插曲。咁啊，應該係1976年嘅。咁配嗰條片咧，就同陸小鳳唔關事嘅。嗰條片咧就叫《古鏡幽魂》，就1974年。咁啊，係啊，林青霞同埋個男主角叫做石俊啊。咁啊，1974年，如果稱林青霞嗰時應該係19、20歲咁上下嘅年紀嘅啫。啊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你話有啲人其實林青霞拆開嚟，佢眼口鼻都唔係好靚嘅，但係硬係行上嚟咧，因為我經歷過嗰個時代，即係佢同埋所謂而家嗰啲美人啊，所有人擺埋一齊，我講過好多次，咁佢就係最 sharp 嗰個咯，咁就講完㗎啦，啊，咁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呢一節咧，我哋會講波，但係講波之前咧，都要講少少一啲得意嘅新聞嘅，咁就係呢個山寨周杰倫開 show 啦，咁其實咧，你有冇睇過呢個山寨周杰倫咧嘅表演出㗎？咪睇過人哋喺嗰啲片咯。喂，啲人話佢連聲都似埋嘅喎，唱都似埋嘅喎，我唔知啊。嗱，老實講，佢有陣時就可以起即係以假亂真嘅，因為咧嗱，佢係咪咁似就一件事，但係你有六七分似，就加埋嗰啲咩裝扮啊、化妝啊、流蘇啊、黑超啊，咁就六七分就變十足嘅啦。嗱，佢今次又開個演唱會 ，OK， 嗱，就竟然出現一個山西啊喺太原有一個演唱會咧，貼出呢個雙輪來襲嘅海報喎，嗱。咁而佢哋最貴嗰張飛咧，竟然係6000蚊人民幣喎，仲貴過周杰倫，真係周杰倫喎，周杰倫都2000蚊嘅喎。好啦，咁啊我哋睇第一張相先，第一張相。嗱呢一張咧，嗱其實咧係兩個人嚟嘅。右邊都麻煩啲嗱，右左邊嗰個黑輪叫黑色嘅周杰倫啊，佢係網紅嚟嘅，佢就扮周杰倫而紅嘅，即係有須嗰、那個。嗯、OK， 嗱右邊嗰個咧。嗰、那個咧就係、是、叫做粥餅輪，咁佢做咩咧？佢賣喺佢原來喺太原度賣粥同賣燒餅嘅。OK， 咁其實咧粥餅輪就冇咁似嘅。OK， 就賣燒餅，冇大郎。唔係佢都係似嘅，但係就冇阿黑輪咁似，因為即係啲裝扮啦，個樣又冇咁似嘅裝扮啦。好啦，嗱黑輪咧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做網站，即係做網啦，成日做 show 啦。因為佢扮到惟肖惟妙，連個據講啊，連個聲都似埋嘅嚇，所以其實周圍開演唱會嘅。而阿粥餅輪咧，就係喺啲縣城度賣雞蛋灌餅啊嚇，同埋賣粥嘅，所以叫粥餅輪。OK， 好啦，而家兩個人咧合作喺山西太原度做 OK 做演出，我哋睇第二張相啦。OK， 嗱呢個黑輪啦，黑輪咧就負責上台唱歌，下一張阿粥餅輪咧。屌咁都俾你諗到喎，喺大廳度賣餅我就係嚇咁都得，佢哋咁樣做演唱會法喎，好啦，當日最低消費係880蚊，最高消費咧就3500蚊，但係去到最後咧，如果佢因為巡迴演出嚟嘅呢個蘇州站咧最貴啦，就去到6000蚊，咁啊而周杰倫咧嗰、那個嘉年華巡迴演唱會啊南京站最貴都2000蚊啫嘛，嗯，係嘛，咁去到6000蚊喎，點解咧？我哋睇下。睇下個台，睇最後張相。嗱，佢哋呢個玩法，我覺得有創意喎。嗱，個 stage 咧，大家睇下，就係嗰個 stage 啦嚇。最前面咧，藍色格格咧，阿正咧，你縮咗我哋個相先啦，縮咗我哋啊，唔要我哋影遮住咗啊。藍色格格咧，1280嘅啫喎。嗯。OK， 好啦，橙色咧2280喎，紅色咧1688喎，去到最遠咧綠色啦，嗰度啊，見唔見啊？3980喎，仲貴啲？紫色咧有幾張嘅啫，6600喎。嗱，嗰啲6600係咪最後？點解咧？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咧，因為我哋係假嘅，你越近就冇咁似啦，越遠咧就越似。啊，所以咧，嗱最遠咧，嗱3300幾咧，就其實多嘅喺後面啊。OK，橙色2200幾都多嘅，但我又唔明白點解嗱。有幾張紫色咧，其實又唔係最遠嘅喎，中間嘅喎，即係近之餘咁，你有陣時近近地啦。anyway 啊，咁我唔知啦，你大即係呢啲咁嘅噱頭，佢點樣玩法一件事啦。咁我諗而家呢啲佢哋呢啲佢哋呢啲咧就唔係一個個位嘅，係一張張台嚟㗎。嗯，即係又有食嘢又剩啦，我相信係啦。喂，都幾過癮喎。如果你咁樣睇落，都坐咗幾多人嘅喎。嗱，你當佢一張台十個人啦，1234567891011。揾到。即係成百張台喎，叫埋燒餅輪唱啦、啊、，OK 噶呢啲有噱頭啊，好嘢啊 ，OK， 好啦，翻嚟當然要講下波啦，乜都唔講，
如果昨天有聽我講和和杯咧，今日應該都發達㗎啦。不過我冇買。嗱，如果係買咧，就係、是、啊四有兩，其實都兩場波啫嘛。和成和，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十倍到。咁你買100蚊，100蚊咪1000蚊到咯，都唔係話。咁其實十倍就幾好㗎啦。但係因為我哋自己，我哋唔會大賭㗎嘛。咁你但係個屌你十倍，你賭100蚊，你得1000蚊，你覺得冇乜力喎。咁你要賭幾多錢咧？你先會覺得有力咧？你起碼要贏得20萬，你有力。咁但係你要俾兩皮嘢落去，又太過飯碗啦，係嘛？你賭錢咁，你咪贏緊啊，大佬。OK， 好啦。咁啊，琴日咧，我哋講翻琴日嗰兩場波先啦。我又睇呢個0-0嗰場嘅，即係啊呢、這個比利時對啊烏克蘭。嗯、我真係覺得屌你老母！你比利時你真係賓州到咧。喂，其實琴日真係烏克蘭。仲踢得好過佢，你報下人啲前鋒，即係等於我哋諗嗰樣咧。你諗下，屌你老尾，啊上半場夏蘭特俾個波，阿盧卡古佢咪半拍 Q 咁樣嘅單刀嘅時候，盧卡古個爆炸力壓過對方，佢從後而上去壓到喎。第一個一起腳屌你老母半拍 Q， 都流撚咗喺個即係底線喎，界外喎。你諗下，我哋睇得多啊嘛呢啲。喂，如果喂夏蘭特搞撚啲入咗啦。嚇、啊！響網響袋添啦，掛網添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打到下半場咧，因為嗰、那個、我唔知係體力定係鬥志啦。嗱，因為琴日咧，佢四隊波係3分、3分、3分、3分，一開波咧未有紀錄嘅時候，四隊波都係4分、4分、4分、4分。咁你烏克蘭咧就排第尾嘅，點解排第尾咧？因為第一場佢輸夠0-3，個得失球差。嗯。喂，但係其實琴日嗰個變化就係只要。烏克蘭一贏入一球啫，佢就變成6分噶咯。如果嗰邊一不變喎，都係4分啫嘛。佢係白排榜首，就係、是、一球。咁佢有機會嘅下半場臨完場前嗰幾分鐘咧，其實咧有啲有嘢好勁射又剩，但係太正啦，始終都真係把握唔到機會。咁結果咧嗱，4分就出局啦。嗯，真係冇辦法啦。嗱，如果嗰邊分到勝負嘅話咧，即係另一邊雙啊！啊呢一、這個羅馬尼亞，同埋呢個斯洛伐克，一分到勝負咧，咁即係一隊會成為啊6分啦，另一隊係3分咧，咁烏克蘭又變成4分，即係不失分勝負都4分噶嘛，佢第三喎，佢唯一就係和和杯，佢就出局噶啦，咁結果就係和和杯，咁冇辦法啦，正如我所話，佢打緊仗始終即係國運唔好啊，你其實四分即係。啲人未試過有球隊4分出局，如果咪有咯。係啊。不過因為佢第三唔到啊嘛。嚇、嗯。咁、啊、反而你第三咧，嗱嗰啲咩2分嗰啲，其實諗都唔使諗，嗰時話微薄機會真係唔使諗噶啦。兩分。咁你而家見到咧，全部都係4分，最差都3分出線嘅，出線嘅。嗱、啊，我哋睇下幅圖先。嗱、啊，16強嘅賽事啊。嗱，英格蘭我就俾真係咧，我要震佢幾句啦。佢又叫做食屎食著豆，就執。翻支好醜，真係係啊！真係食屎著嗱，當然喂，咁係咪一定贏到斯洛伐克？荷蘭啲手都好啊！佢係咪一到贏一定贏到斯洛伐克，一定贏到瑞士或者荷蘭？未必，但係就咁睇就咁睇啊！係咁，你始終易踢好多啦呢邊。咁未嚟呢對斯洛伐克，我哋德國佢西班牙，即係你點都係易踢好多啊嘛！喺呢邊係嘛？咁老實講，你問我如果而家咧，即係睇完咁多場波嗱，第一場德國我有啲好感嘅。我認為最對板咧得兩隊波對板，兩隻牙西班牙同埋葡萄牙。咁點解奧地利我唔話對板？因為我冇 expect 對咁撚勁啊嘛。德國咧嚇，佢、啊、都唔算認真好好。7分嚟有係啊，但係尤其是第三場睇到喺瑞士嗰種壓迫底下咧，佢都會吃力。但係咧嗱唔緊要㗎，因為佢會進步啊嘛。喺個嗰、那個即係進級路程之中，點解我唔話奧地利係對板咧？我而家講我個意思係我期待之中啊。你奧地利我冇期待噶嘛，我估唔到咁撚勁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就唔夠話對板。嗱，我哋首先睇下我哋睇下上線啦，所謂西班牙上線十六強對格魯吉亞，照計就冇乜難，即係冇乜難度啦，嚇、嗯。咁、啊、格魯吉亞都要恭喜佢喎，嗱、啊，佢就3分出線嘅，係啊，格魯吉亞 OK。咁但係你睇翻西班牙呢幾場個波嘅表現咧，佢晉級8強咧，其實都格魯吉亞好似都係4分，格魯吉亞3分定4分啊？昨晚贏咗嘛？啊係啊，咁啊4分啦，咁啊4分啦，係啊 ，OK。屌你乜嘢？就係、是、贏昨晚咯，贏葡萄牙咯。你、有冇可能咁做贏俾佢睇？咁葡萄牙守名咯，使乜？唔係，佢係咪都守名啊嘛？係咯。但係咧，阿斯朗都踢空氣，即係出去踢咩？又咁講，
你其實咧，就算咧唔想輸，即係你都唔會想輸噶嘛。嗯。但係你唔想輸，同你好想贏嗰心態係兩件事嚟嘅。嗯。啊！屌你老尾！我就算真係輸咗，咁我都想贏，追翻球啊！嗯。但係，哇！原來我屌我會唔會喺五波隨時出腳，俾人踢斷腳嗰下度出腳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就唔會啦，因為我反正都考圈都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咁講咯。好啦，德國對丹麥。牌面睇咧就德國，咁事實上我都會覺得德國勝先啲咁多，因為有主場。即係呢兩場都唔會爆冷。好難講啊，其實唔好難講啊。西班牙就冇得爆啦，不過有時話冇得爆，你咪就爆俾你睇咯。西班牙上屆記唔記得輸俾邊個世界盃？輸俾摩洛哥，你估唔估到輸俾摩洛哥啊？嗯。十六強係嘛？咁解啫嘛。咁而家我哋真係冇啊！我哋用正常去分析啊！啊，你德國對丹麥咧，我諗大部分人都會揀德國啦。啊，咁我唔覺得丹麥差噶，但係你要我揀，你焗住都揀德國噶啦，呢啲波係嘛？咁啊變咗八強就係西班牙對德國呢一條線，你已經大兩幕啦，好睇係嘛？好啦，葡萄牙對斯洛文尼亞，斯洛文尼亞踢得唔差噶，不過對住呢一隊葡萄牙咧，咁我都覺得葡萄牙係高啲嘅，咁曬啦，因為本身係高啲啊隊波，啊加上你有斯朗喺度捏住，啊同埋嗰日孔融讓梨，啊咁啊，咁你照計都醒目啦，你 B 費嗰啲係嘛？好啦，法國對比利時。如果以前咧一屆前兩屆前呢啲係世界盃四強或甚至乎決賽嘅戲碼，就講翻2018年四強咧就係、是、法國對比利時，結果法國1-0淘汰比利時入到決賽，就對住當年嘅對手就克羅地亞咁樣嘅。但係而家呢兩隊咧，老實講，你話邊隊贏咧？如果用佢哋過去嘅表現啊，我都覺得屌你老母係冇乜可以言勝嘅能力。咁盧卡古入三球啊？嚇、啊！好難講，你又唔好笑佢。盧卡古佢今屆到現在入球最多嘅，即係連埋外圍賽，你又唔好笑佢，因為咧你真係唔知道、啊、但係你兩隊真係要揀咧，你真係而家要估咧，會揀法國嘅，因為佢有揀法國，因為佢有麥巴比啊嘛，係嘛？冇麥巴比都係揀法國。屌你有冇兩隊其實真係海軍鬥水兵，即係屌你短短幾年之間，加上呢個比利時呢個新教練啊，屌你老母又係賓州嚟嘅啫，操得翻咧呢兩隊，唉難講。咁淘汰賽，你如果就咁睇啊，法國對葡萄牙啦，但係咧，如果上線睇咧，八強咧，即係而家咁睇咧，咁我覺得葡萄牙入四強機會好高，但係西班牙同德國我就唔夠膽講邊隊啦，啊葡萄牙機會高嘅啊。咁當然波一場場啦、嗯，好啦，嗰邊啦，羅馬尼亞對羅荷蘭，嗱、啊，我哋琴日睇多一次羅馬尼亞嘅波，係掂唔掂？都係麻麻地掂，但係琴日佢係追咗完一球之後，佢又掂咗咯喎，佢又冇乜好咩喎，係嘛、嗯？荷蘭我咁講啦，如果咁樣繼續咁樣踢嘅落話咧，荷蘭都可勝不穩啊！嗱，荷蘭比英格蘭好啊，點解咧？雖然大家都冇組織啊，亂撚咁嚟啊！但荷蘭你起碼見到佢真係踢個波上去係攻緊噶嘛，即係入波多啲咯，入波多啲同埋真係攻緊噶嘛。你英格蘭係唔知佢做乜撚嘢啊嘛，係啊，係啊，屌你都做乜撚嘢啊！荷蘭你啲後防咁撚勁啲人，但踢得啲後防都差。佢荷蘭但係真係踢緊個波上去攻緊，我真係知道佢仲攻緊啊嘛。英格蘭都唔知做乜撚嘢。嗯，奧地利對土耳其咧，嗱波一場場計，但係我覺得如果以過去三場表現咧，奧地利係好高啲嘅，即係成個 form 啊，又逼搶又剩。昨晚雖然差啫，但係。咁我即係我估啦，就奧地利高啲嘅。土耳其左右翼好勁啊！但如果奧地利真係殺得低土耳其，佢又點會驚你荷蘭或者羅馬尼亞試下一隊咧？贏過你啦，荷蘭係嘛、嗯？但不過去淘汰賽又唔同嘅。誒咁係啊，但係個心理又唔同嘅喎、嗯、啊！咁當然啦，你話經驗啦，就變成你去到真係贏硬土耳其啊，還唔係贏硬？咁即係有即係我話當佢贏嗰嘅話。冇得贏硬㗎啦！你老實講啊，如果而家你最後話俾我聽，即係我哋睇咁多年波，喂，老實講啊，你西德都攞世界盃啦，德國對我嚟講又係唔識踢波㗎，因為我哋係中意睇啲技術人流啊嘛，我從來淨係覺得即係70年代嘅荷蘭同埋巴西隊先值得攞世界盃啦。如果你話最好波就攞世界盃嘅，咁唔使踢啦。意大利直情係垃圾，英格蘭66年算係乜嘢啊？西班牙咧？啊，西班牙簡直係垃圾之中嘅垃圾啦！西班牙係真係屌你咁，你係唔諗明佢點解可以攞到世界盃啊？你大家諗下，屌佢如數家珍啦，第一場輸俾瑞士咯，2020年，屌你靠乜撚嘢？四強對德國，靠阿佩奧爾一個戇鳩鳩一個葫蘆頭槌啊嘛！十二碼咪就算去到決賽啊，喂啊邊個啊？啊嗰個啊，唔係荷蘭嗰條僆樣啊，阿洛賓啊，
兩個單刀一個入等咗都玩撚完咗啦，咁就係又贏世界盃咯。我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嘅，所以你話係咪贏緊？梗係冇贏緊啦。法國咧？啊，法國都係佢好彩咯，對住嗰隊巴西，係啊，真係好彩啊！你話係咪好好波咧？你講好波，因為我自己中意睇波，我真係要技術型啊嘛。屌你，我咪覺得嗰陣時有過魯夫嘅荷蘭同埋喂最撚符錄，天下第一符錄係咩啊？我話俾你聽，1986年嘅阿根廷，冇一場好波。大家去睇啊！屌我有睇啊嘛，19、19場賽睇，一場好波都冇。屌咁立撚手，就算啊，你而家話認為最經典嗰個，因為係個馬勒當拿啫嘛。其實喺馬勒當拿之前同之後啊，好多人屌你咩單騎千里走單騎係靚過馬勒當拿個千里走單騎啊！但係嗰個喺嗰場波做咗出嚟，加上就埋個手球，加上英格蘭出局，咁你咩啊嘛？我都覺得好撚苦碌㗎嚇！嗰屆86年最好係邊隊啊？大家翻睇曬啲片啦，咪又係巴西咯。最迪奇朗咪第二咪法國咯，最好技術嚇，法國對巴西咯嚇。咁你屌你老尾係咩波啫？立撚殺，屌喺我心目中。所以我話你話而家要估，其實好撚難估啊。對對都贏得㗎。你話斯洛文尼亞可唔可捧杯啊？當然可以咯，係嘛？咁你話計技術嘅，其實足球好多真係唔係技術㗎啦，係好多好多嘢要計啊。有陣時就係嗰個臨場嗰個心態發揮啊。突然間明明強隊嚟嘅，攻擊唔入。屌你老母！越攻越急，越攻越亂，嗰次俾人一嘢搞撚掂，都唔知見幾多啦。踢多100場，屌你老母閪，你都係贏佢嘅，就係嗰場輸撚咗咯。你吹兩仗啊，所以好撚難講。英格蘭對斯洛伐克，你問我咧，其實講真，如果以過去嘅幾場波嘅表現咧，斯洛伐克佢贏唔到嘅，即係英格蘭贏唔到斯洛伐克嘅，即係用呢三場波嘅表現。我都英格蘭。係啊，我都估英格蘭，但我話以表現啊，你邊有得屌你老母？你英格蘭可以講係啲。16隊入邊表現得最差的，不過好似淘汰咗同分組賽啫。唔係我梗係知啦，但係我如果睇表現啊，你話係咪啊？你睇下16隊表現最差就係佢，呢16支球隊，點解人哋屌鳩佢哋？點解屌你啲球員屌鳩佢，球迷屌鳩佢？冇場好波。其實最大鑊就係咧，收腹肌，收腹肌就係最大鑊。我唔係講你教波或者點樣啲球員撐佢，喂你搞撚到屌你乜阿簡尼要出嚟，哈利簡尼要出嚟。即係回應嗰啲名宿啊！屌你老母，你有冇見過車路士啲球員會走出嚟回應出邊啲批評？咪就係、是、你有冇見過曼聯啲球員全部費格遜？屌你老母！即阿阿摩連奴或者雲加士頂曬啦！坦克教好啲定收腹肌啊？我覺得坦克教會好過收腹肌添，硬淨啲啊！硬淨啲，你做乜撚嘢啫？同埋你可以將條英格蘭屌你老母！喂，踢到咁撚樣，但係有啲球迷都撐收腹肌，阿東都撐收腹肌啊！唔係啊，你而家都要撐啊！唔係，咁你去到，你去到決賽，齋睇佢成績，齋睇成績，你都係撐佢㗎。係，喂，就算而家我都焗撐佢㗎，因為我撐英格蘭㗎嘛，我梗係想英格蘭捧杯啦。你問我就，係嘛？咁但係真係唔撚抵爭咯，我唔知佢點搞啊！屌你老尾，我反而舊年仲踢得好地地，嗰個歐洲國家杯，咁你決賽係輸到咁撚樣，好啦。咁我希望佢，我都估佢贏到斯洛伐克，但係你話如果用表現嚟講，佢真係未必贏到嘅。如果你繼續係咁樣踢，屌你老母，你都唔知做乜撚嘢，直情係。咁但係佢咧，可能負負碌碌。但係我咧決賽啦。嗱，有陣時咁講，第一負負碌碌啦，第二佢原來經歷呢三場之後咧，佢唔知幾時突然間揾到個方咧就掂啦。因為呢班人證明曬啦嘛，個個係有料啊嘛。哇！又屌你歐洲神射手。哇！嗰陣又咩英格蘭足球先生，又比靈鹹，又比靈鹹，屌你咩西班牙咩，屌你咩最佳年青球員，屌你老味，跟住阿薩卡，哇！懷斯，喂，屌你俾撚曬你睇噶啦嘛呢班友，咁照計就冇理由嘅。瑞士對意大利，嗱，如果以表現睇咧，瑞士咯，又係瑞士贏嘅。不過意大利，你永遠都唔能夠睇低佢咯。呢個有運到幾廿年嘅啦，一個三年到而家，杯添咯，最上街。好啦，所以咧，如果英格蘭咧。因為英格蘭對瑞士真係未必贏硬嘅，又係講你個真係你個發揮啊，到時係咪會好啲？英格蘭對意大利嘅啫。佢如果英格蘭喺呢條線出咗嚟咧，佢又真係未驚。其實佢真係順利入決賽咧，或者對一場係有荷蘭、土耳其嗰啲、奧地利、羅馬尼亞，你唔係太驚嘅。你睇牌面係嘛？即係因為荷蘭個名大咯。即係如果英格蘭咧順利咧去入決賽咧，就爭好遠嘅。嗱，法國攞嚟賤嘅。你法國咧？你法國如果唔係戇撚鳩鳩又和撚咗又剩嘅咧？喂，佢就去咗即係英格蘭嗰邊喎。歸唔望比利時淘汰佢啊！如果法國喺英格蘭嗰邊啊，殺曬啦！法國喺英格蘭嗰邊咧，
就應該是因為奧地利那個位置咯。奧地利個位殺曬啦，土耳其唔嚼你啊！跟住去荷蘭、羅馬尼亞，咁係咪四強就法國對英格蘭？咁我哋好撚好睇啊嘛！咪就係、是。屌你嗰邊就可能係咩葡萄牙對西班牙，葡萄牙對德國嗰啲。我想四強係荷蘭對英格蘭嘅。咁計啦，你老實講啊，永遠四即係你始終咧收計收視率嚟咁啊，荷蘭對英格蘭，咁又屌你譬如德國對葡萄牙，或者西班牙對葡萄牙，下面啊德英即係德國對法國。其實咧，佢就點都好睇嘅，上面出西班牙同德國都好，下面葡萄牙、法國都好。嗯。而家比利時係叫似啲個名冇咁大啊嘛。嚇！喂，你就算你話法國對西班牙好唔好睇，梗係好睇啦。法國對德國好唔好睇，梗係好睇啦。葡萄牙對德國好唔好睇，好睇。葡萄牙對西班牙，咁你覺得個樣似樣啊嘛？然後嗰邊就英格蘭對意大利，屌你咁荷蘭對譬如土耳其話奧地利，四強就荷蘭對英格蘭。嗯。咁你話，然後呢邊四強就屌你老尾咩德國對譬如啊葡萄牙，係咪好撚堅啊？如果唔係啲酒吧就慘了。屌你老母！如果唔係大粒鑊爆冷啊，終於有嗱，唔好講到吉魯吉亞啦，四強丹麥。比利時、奧地利、瑞士，咁你行得撚啊？有冇可能啊？有可能噶。嗯。咁行得撚噶？屌你老尾！喂，唔係話你渣瑞士不有啲料噶？喂，但係你屌土耳其，咁又個世界盃決賽攞第三嘅喎、嗯。然後丹麥喂攞個歐洲冠軍啦、啊。哇！屌你老母閪！比利時嗱，我都唔好講乜嘢啦，我唔講斯莫文尼亞啦。喂，咁你個就啲酒吧真係行得撚橡皮糖嘅啫，大佬。OK， 好，咁啊各有各啦。咁我自己啊。你問我捧邊隊，我梗係希望英格蘭啦、啊，係、嘛？因為我最撚真西班牙噶嘛，屌你老味！雖然啊，邊個話去抽到一個即西班牙、德國全部你都真嘅，屌基本上我隊隊波都真嘅。葡萄牙你都真？葡萄牙 OK 啲少少啦。法國都真。哦，法國 OK 啊，其實我想問巴比，但係法國即係都係真都係閪啊！屌你老味！即係因為我好憎麥巴比嘅、啊、其實麥巴比我又真係唔覺得咁好波。嗱、啊，佢係好快嘅變速。心理好嘅，你哋真係覺得麥巴比好波過啊梅西，好波過朗拿甸奴，好波過啊斯朗，好波過朗拿度，我真係唔覺咯，完全唔覺啊啊！咁但係佢咧就個心理好強嘅真、嗯，老實講啊，我講2018年嘅世界盃，你2020啱啱嗰個世界盃三球十二碼，即係。唔容易噶，追和啦，入曬你嘅，係嘛？追和，跟住係博加時、嗯，然後十二碼即係互射十二碼三球，佢都係咁勁夠膽，咁嘅發力啊，唔、嗯、係容易噶呢個嘅。咁當然因為佢攞過世界盃，我覺得佢嗰個爭好遠嘅，上屆攞咗啊嘛，啊咁荷蘭我中意嘅。意大利我又好撚憎，屌你兩位閪好撚渣。丹麥我都中意喎，其實、嗯啊，葡萄牙都可以啦。比利時我都好撚憎，屌好撚垃圾，屌比利時。係我覺得最撚勁就係史咩？記唔記得以前個史師傅嗰陣時啊，好撚勁啊，嗰個史師傅係啊。史師傅，丹麥如果你話我最勁就唔係92年嗰隊，其實86年嗰隊咩艾基亞羅特納兄弟話好撚勁嗰隊啊。西班牙就從來渣，屌你老母！喂，西班牙係無撚端端咧，屌你巴塞同佢訓練都隊兵出嚟噶嘛？嗯、喂！從來西班牙屌你咁啊八強科四強科屌有乜撚嘢啫嚇！即係你唔好講咩1960年第一屆歐洲國家，你唔好講咁耐，乜啲八強科係咪對住南韓都贏唔到啦？啲人仲話打假波，就係你冇諗你真定假，再輸撚咗，講撚完 OK。好啦，我哋賣下廣告先，幾張相啊？賣下廣告。好啦，第一個啊，我哋真係一定要賣廣告，魚湯33蚊，嗱你哋真係拎買嗰個快試下。最簡單嘅咧，就咁加一份水，你自己調味啦，落姜落鹽又好啦，點樣啦？嗯。Otherwise 咧，其實就真係愛嚟咧，我就自己越整越多嘢。我叫我老婆咧，喂，屌你老尾，甚至乎我已經係要落指示啦。你佢呢排又小販工，我話不如屋企煮定飯，我翻嚟食。我真係食到我真係唔諗知食乜撚嘢喺個街度。食湯飯。係啊，咁呢個咪好撚掂咯啊！喂，這個、呢個咧我已經諗到個美讚啊，就係、是、咧，我嗱我老婆上個禮拜做得唔錯嘅，去買啲芫茜。皮蛋同埋魚片，魚片有得咬一下啦、嗯。但係跟住我一食，我話唔撚對路。屌你嗰陣話啲魚片你滾咗幾耐？佢滾咗15分鐘。我啲魚片咧，我費事出聲啦。魚片啊，係食魚蛋啲魚片定係鮮魚片？鮮魚片。啲、哦、魚片咧，因為你熄火嘅時候先擺落去都未碎曬咯。未遲嘅嚇。屌你佢硬撚曬，硬撚到屌你老母閪，打落地下彈翻上嚟嘅。咁但係佢本身個魚湯好夠味啊，好夠魚味啊。OK， 咁我咧覺得咧，喂。
直情可落埋啲番茄薯仔，咁啊直情番茄薯仔煲魚湯咁樣咯，好撚掂，$33嚇，自己你如果加兩幾倍水咧，自己落幾粒鹽咯，啊 OK 噶，聖瓜粉絲乜都得噶 ，OK， 好再去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就係頭先我介紹呢個西班牙脆皮牛肉片啊，哇真係好撚正，我成包食撚曬。通常食呢啲嘢最好食就係咩咧？最後嗰住。倒落個口嗰住，真係好似我食同星即食三面啊，或者統一碾撚碎落埋嗰把粉啊。最後咧，即手指都算埋，哇！呢個真係好撚好食，特別係咬到尾。咁中意你唔食牛嘅朋友，我講啦，如果食牛嘅朋友咧，可以買包試下價，同埋價錢非常嘅咩啊，$39。OK， 好再去。嗱呢一個啦，原裝嘅啤酒，嗱頭先講過噶啦，一公升裝嚇、啊，去到青島飲$180。喂、哎，點解飲唔翻？而家有機會飲得翻啦。醇厚嚇、啊、滅活 ，OK、嗯、好啦，佢係賣98啊，好似$98定99啊，我真係唔記得，我叫阿十三哥串咗噏嘅。嗱、啊，買個五樽，買個一箱咧六樽就499，嗯，即係為$80一樽。咁如果中意飲啤酒嘅朋友，你唔使一定買一箱嘅，你買一樽試下包你哋話，誒、哎、好撚嘢，連我都咁唔係咁飲酒嘅人，我都覺得非常好飲。如果唔係，我唔會翻呢啲貨噶，原裝咁啊啊$98啦，好再去。好啦，卵殼膜都要講下嘅。嗱，記住啊，每樽卵殼膜就每一日食四粒，嚇一個月嘅份量就等於食咗幾多隻雞蛋啊？32隻雞蛋啊！嚇、嗯，咁、啊、我都唔識理解32隻雞蛋嘅營養幾撚犀利啦。咁啊，對啲老人家個關節啦，同埋啲皮膚啦，有莫大嘅裨益。每一樽就$599，買夠六樽咧就399。啊，唔係，買個六樽就539，話爭啲奶撚嘅嘢。但係如果咧，你用$399買我哋個波野醬咧，咁可以499啊，再平多四兜嘢啊，就可以買一樽卵殼膜噶啦啊！咁啊，大家把握呢個機會，仲冇搶？冇搶咧，就休息一陣。我哋個老友記阿 Victor L 又帶咗3樽呢一個木經眼藥水啊，益街坊啊！咁啊，轉頭翻嚟。